都变成了布摊，线下满街都是苏氏布行的分号了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小的没有胡说，他们把皮蛋摊一拆，转眼之间，竟都变成了布摊，如今已经开始卖不做生意了。六号色卡、五号色一瓶，没问题。如何也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留有这一手，还推出了什么线上下单。 然后用苏檀儿和宁毅的名字取了个“苏宁易购”，哎，“苏宁易购”。赘婿随选随看，凭借MOD戏剧1999观赏。